各位同仁们，大家晚安！非常感谢每天下午六点到六点半持续收看《台股理财通》这个节目单元，我是李川李老师哈。那长有看我这波投资朋友，我昨安那跟你讲，我讲这个盘是区间整理，对不？我昨也无跟你讲，我头壳我倒好你。讲来者吼，你也免惊讲这个盘会落甲堆起，你也免讲上欢喜，这个盘会起甲堆起，因即嘛区间量缩区间整理。7700到8000点之间，当然昨天你看到美国股市跟欧洲股市现在乐观吼，你惊了惊死啦！所以你看今日透早哇，一个看呢，开价开始弹的时阵，吼一堆老师叫你做空做空做空，一笔做空，两笔做空，三笔做空，到尾啊全部拢叫你停损，吼拢叫你停损，啊较好大嘛是叫你空单续报，吼。当然，伊看空，以及这个盘势，我讲讲实在，美国股票嘛是恐怖啦。我美国股票是空的啦，吼，对不对？我嘛跟你讲，美国股票是空的啊，是空的啊。啊，我讲咱台湾，咱的台湾的股票，讲实在，咱政府有在护盘啦。我跟你讲无，啊，今仔日重点吼，为什么会开低走高？就是吼，可能吼，我一个想一个想法。可能咱政府甲外资讲者拜托会好无啦？啊，我要护盘。虽然美国热吼，你即摆卖你嘛赚无钱啦，你著卖卖好无啦？你著卖卖好，你卖卖卖卖拢不要紧啦。买超买超，你维持平行就好啊。卖想卖卖讲去我卖什么五十亿一百亿，安尼我拢唔免啦，对不对？我咧讲我这个盘我不爱好热嘛，对不对？我是爱家己想的啦吼。所以讲，涨外资卖六亿外尔，啊，今仔日咧，哎，买超咧，啊，什么什么打平啦，买卖拢打平。然后台子期呢4000多股回补，好4000多股回补，所以马仔应该够高点啦，关点应该够有啦，好关点应该是够有啦。啊，今仔日这个盘，投资朋友，你啊做空，你要读个歹去啦。为什么你要做空？为什么你台子期你要做空？为什么你老师要做空？因为伊是照一般方式甲你讲，啊，这个盘会落，啊，美国会落干呢？啊，无做空，伊就读个歹去啊！但是伊读个歹去时阵，输钱是你啊，输的是你啊，对不对？阮同学老师也袂使我白做啦，爱拢做诶。反正我一个课训而已。啊，结果呢，伊就想讲啊，这个盘空啊，美国也空，反正开盘了都无偌济，啊，佮弹就甲你空空空空空到翘翘去啊！啊，你今个输钱啊？有可能无？你有可能无？有啊！你对老师学白做，当然可能啦、啊。啊，毋过阮教学白做，无啦，你阮透早啊，阮啥？7688啦，8:47，有看到无？8:47啦，7688。啊，现在未嘛赚，对不对？无卖就上关点啦，啊，无嘛赚，对不对？啊，卖着就赚嘛。啊，上低点讲8:47，我讲啊，做多就对啊，一个考试尔，做多，啊，就起你啊。阮昨空手嘛，我嘛甲你讲，啊，阮今日去开盘，8:47叫回来先做多。啊，不要嘞！啊，上上悬啊，啊，就起你啊，对不？讲实，这支电脑到阮家时，到我办公室时是无同，你知无？我只安那起啊，太子起，这支我就只起袂出來，吼、哦！啊，反正你要怎上上悬啊，安尼就好啊啦，吼、哦！啊，阮做到了趁钱，然后太子起安尼，啊，当然这个盘安尼行，来，你咪注意到美国股市吼，来，投资朋友，即嘛吼。美国来，加注意啊！吼，咱讲实在，虽然阮今日做多吼，我嘛做底线呢吼。你讲叫我讲直接做破断单咯，我真正唔敢，你知无？知影今日短线，我咧今日会买多单咧，像我讲政府会护盘啦。我咧只管甲你讲，咱政府是咧做多的啦。啊，不过做多伊敢挡会掉？讲这个盘敢怎会落？无一定哦。因为啥物？讲实在，美国我讲，昨有来讲，美国佫倒一千点，你挡会掉未？你也政府咧护盘，但拢要袂互你挡会掉呗？你嘛挡袂掉，对唔对？所以美国股票嘛足重要。好，啊，美国股票你看哦，这道琼吼，其实嘛是真危险。你讲实在，你看这两个逃出来啦，15542跟15658两个逃出来，这两个逃出来了，这个颈线位置是14551，你加到14551嘛剩几点俩？嘛剩200点俩，加佮拍一支卡。有机会搁起哩无？有啦！你像咱即马呢嘛，咱即马就是以周线看，一支两支，即马拍第三支嘛，即第一支嘛，
第二期嘛，即马第三期会起袂会落唔知嘛，啊，毋过只落来啊，就三尊头，可能是拍三个头，你八千几点拍三个头，人是你历史新高拍两个头，上卡厉害，当然美国卡厉害啊。有一个中午苗分析师，我今日看伊直播伊讲吼，啊，人 QE 大起干呢，啊，人 QE 有大起，咱无大起，人 QE 要落，咱干嘛对人落？会对人落，歹势，真正对人落，这就是弱势市场。无来讲哦，人咧人咧起，咱无对人起，人咧落，咱咪对人落，袂？为虾米？敢若外资真正看规个国际甲美国开始落的时阵哦，敢若外资要倒出来，你挡袂掉。上面甲你讲，上面甲你讲，无人要甲你接啦，除非政府要甲你接。所以大盘只收会掉，收袂掉。讲我即摆哦，嘛看区间，上上悬，你讲来到八千点遐，就压力就是重啊。决战中轴，缺口。拢你遐，吼，遐迄遐也用，因到迄个缺口到进到今仔日，到今仔日来，即个缺口到今仔日到今仔十六天啊，已经十六天啊，吼，所以这其实有它实质压力存在了，吼，有哦，已经有诶。所以讲，如果美国真正遮破，我来讲咱台湾人遮也挡袂牢啦，吼，所以即马底线你看，美国遮爱注意吼，你讲来到搁一两百点，我讲遮搁收会牢诶。好，就讲落到遮的时阵，咱两百点互春秋啦。美国也过落到遮，遮无破，咱遮7800点遮连线遮，咱阁收会掉。啊，毋过遮无掉的时阵吼，遮收袂掉，即个大盘就落去啊。吼，大盘甲你交代到遮，啊，台子只管今日做多，吼，做多就会当趁钱啦。啊，你若做空就真正歹势啦。讲实在，啊，你若无看到我的节目，而且林老师真正判断错误。你问林老师讲，啊，为什么你今日要做空？啊，你唔知人政府要做多无？人家李出马讲要做多，啊，人政府要护盘，啊，你明明今日知影要护盘，啊，看到美国起到87点，你又要我做空，啊，我参加你的会，妙啊！你完全无判断嘛，对唔对？完全无判断嘛，啊，你无判断，啊，美国起我就要做多就好啊，啊，美国跌我就做空就好啊，我去参加会，妙啊！啊，所以其实诶，操作本来就做复杂，我只能这样跟你讲了。哦，那个牵涉到的原因太多了，哦，所以棋子被折，你家己先开始先咩？啊，你讲林老师怎样输一届、输两届、输三届，反正你第一笔输单，我家己建议啦，吼。你若输第一笔，啊，讲单输去，同一个方向，佮佮你做同一个方向，但我今做第一笔做空单，对不对？开单30-40点嘛，佮讲啊，佮家己空者，要家己平均成本较低，我家讲你唔通做这个代志，你家己做停损就好啊。然后一个20-30点安尼吼，唔对你就走安尼，莫听恁老师安尼一笔两笔三笔四笔五笔，结果全部输。你也这样多个对者，你家己头壳歹去，好不？你家己的代志啊，我家己提醒到这吼。啊，今日一笔报告吼，我讲真好呢。我要讲，我讲这篇我一定要起来讲。虽然这篇我讲我想要起来讲呢，荷兰投资朋友一个警讯吼，咱台湾的股票哦，处处很多的陷阱。所以这届呢，减掉机构，唔知要查我唔知啦。讲这台湾的巴菲特吼，小 S 的公公吼，台湾的巴菲特，咱讲实在，迄唔是叫巴菲特啦，迄叫台湾的大作手啦。你讲伊敢唔是巴菲特？你看人巴菲特叫什么巴菲特？请问巴菲特会设这个局吗？会设这样的局吗？会设这样的局？来，我讲这支股票来，看到这个报道，这商业周刊下哈，一块面包背后的金钱游戏。好，是小 S 公公要我当董事长，胖达人的创办人的 Hion， 200万诶交保迄个啦，吼，迄个面包师傅吼，哎嘛，赚多侪钱啦，讲实，嫁人赚多侪钱啦，啊，拢讲实在，你要进这支股票，我讲你要去做一个法律动作嘛，你去求偿嘛，啊，这支股票我还记得吼，我正想到，你加的时阵吼，开始咧去涨停板的时阵，对加咧借壳上市，我唔知像迄阵叫啥物，叫啥物名，1.99。然后他借壳以后，然后减资，减资开始从这边开始涨。迄阵的我公公小 S 的公公要介入基因这支股票，啊后盖大起，我真正当想到，你知无？你看吼、哦，伊咧起的时阵，我讲啊，这股票笑的，你看有量无？你注意看啊、哦，你注意看啊、哦，两张，无？你说这是两张无？再一张，52块起啊，对无？来你看，六张。你啊，无你看到72块，那么新高，19张，88块。我讲啊，真笑啊！这个股票是要哪做？10张到100.8块，啊，100.8块了，你看
一来了，一来了，那么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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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你要加个开始抬，你看了无？对七十几块，佮抬起抬，佮抬到偌济？抬到上加六十几，对安尼腰斩嘛？啊！这腰斩了，佮对只开始，三张、六张、四十三张开始起，啊！起了佮大落，佮来到这，啊！这波对这波开始，跟着生机的题材，跟胖达人这样题材。两百几块，当然这个伫咧起的时阵，足侪老师拢咧讲，啊，迄个李老师吼，讲实在，带你有趁钱，拢无代志啦。啊，你啊讲，伊带你了，伊无叫你买，甚至于他在两百多块叫你再买，这里再叫你再买的过程，然后真的在跌的过程当中，投资朋友足恐怖的是，你啊真爱买一堆，你要安怎买？结果人李家大幅申报转让，讲迄、那个。因当署长的太太，哈、哦，套现两百多亿，我看来给你看，哎呀，六十六张、四十四张、六十七张，你要安怎卖？投资朋友，你惊死未？啊，到尾啊，你讲无卖，讲卖，哦，啊，个胖达人想讲，应该个基本面个袂歹，对不对？结果含胖达人啊出代志，好、哦，天然伤心，所以即马搞进无量崩跌。啊，这个嘞，你看美国个扣断来了无啦？看美国扣断来无了啦？吼、哦，看钱啊，要搁捡回来无尔啦。伊若无捡回来，你就真正错啦。你若真有只股票，你真正你也买上济吼，可怜啦。阿公姐，真正是精心设计的，你看到无？四大要角共同演出的金钱大戏，借壳上市。第一个要角，基因国际生意董事长徐习平，就是咧二十几岁就赚一亿个，这个嘛是搞。阿姆哥讲起来，这种坑杀投资人呐、啊，讲起来这种坑杀投资人呐、啊。好，一百九十九块，起到两百块。庄宏明讲，伊讲啥？创办人，伊讲高标公司股，我就蛮重要的。最后是这个徐家亲友，你看，在某个机缘下，我就认识了小 S。小 S 吃过胖达人，那他的公公就是台湾巴菲特。这个不是台湾巴菲特啦，不要讲啊，好好听。伊做钱，啊，不过伊绝对不是巴菲特，因为我觉得他不够资格说他是巴菲特。所以《商业周刊》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叫他台湾巴菲特哈，他这个根本就是在涉及的，你懂吗？涉及操作股票，操作股票。那而且，小 S 尹先生、贾文忠，还有什么丁仲元，这是谁我都不认识哈。还有这个潘俊佑，结果嘛唔知，结果他是从基因的前十大股东，你看，这种伊的意思讲，这种是股市作手的对吧？伊的意思来讲，我拢讲是股市作手啦。当然，你也对人贪污得钱 ，OK。但是呢，股价在暴涨暴跌之过程当中，都一定有受害者。最重要的是说，这个暴涨暴跌的过程当中是一个骗局。讲起来，这真是骗局啊！所以讲买股票，来投资朋友，魏老师，你拢讲谈赚涨停赚涨停，今天我甲你讲，今天我拢恭喜你啦。你也真正对到伊，你有赚到钱，我也恭喜你。啊，你讲你这波你也对到恁老师买的这支股票，恁老师无叫你买，我叫你买 OK 停损嘛？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是事后，恁老师也无参与啦，他只是看着哦，今天股票，你毕竟他真的涨到两百块嘛，伊嘛真正有搞啦，恭喜仔。但是这两百块的过程当中，原来这两百块的过程中不是真正的基本面，是一个骗局的话，那投资朋友，有的这支股票，因为他毕竟两万几张。起码因内底群规定我嘛唔知，但是总是市场上一些的投资人是有嘛。那如果说你有他的，你就看到那个胖达人那个香精，什么天然原料什么面包总只能八块诶，啊行李也好，结果另一块的安尼去买，结果看到胖达人原来是甲你用骗的，啊你要找上套，咱是法治国家呢，这当然有诈欺的局嘛，它整个都是诈欺的局嘛，所以你看这是金钱游戏啦。当然，检调要不要调查，到底有什么刑事责任，我也不知道。好，我也不知道。只是说我看到这个报道，个人讲起来，股市真的多陷阱啊。所以，我做股票啊，我一步一步，我咪讲真正讲，带会员，我脾气动诶，好真正飙诶，飙诶，爱有飙的理由。你讲 Oh my God， 有飙的理由无？有嘛？尾仔一个报纸嘛出来，一讲做好做好嘛。啊，佮讲一个做好代志，做好笑是今天3697，晨星。今仔全部全世界投顾老师拢讲伊有啊啦，50%、60%拢讲伊有诚心啦。
哈，拢讲有诚心，伊拢大谈啦。我拢希望这是真的啦。啊，我有莲花科，啊老师，啊你有莲花科，啊诚心折价较济，你太无要去买，你若无去买挂，第一个你才知影当时会贵。这是第一点嘛。第二个，我无做诚心，这一两个月时间，我做 Oh my God， 做巨腾，做建汉，做坤啊，逐支股票现在他妈三十几趴以上。一百万，现在他妈三十万以上，够需要讲去拼这一两支的，去等你的消息的。这是资金运用的问题。啊，不过讲实在，做一个投顾老师，讲今日涨停板的讲伊有，我拢希望这是真的。好，啊，你老师讲有诚心，结果伊今日甲带你去买，看到迄个消息，算算来抢这万两支涨停板，今日先约你第一支甲讲，投资朋友你买会到未？五万几张啦，伊讲伊有啦。对啊，八百几张，一张一回完的，伊就伊有啊。安尼计嘛，你嘛去你讲伊有。啊，你看有需要相信，唔免啦，就无需要相信啦，吼。所以讲股市多陷阱啦，我是该讲讲实在，这个社会吼，要今仔你看下有钱人，免想羡慕。他们背后来讲，就像这些小 S 他公公他们这一家人，你看借着这个大局赚了这么多钱，住了地堡，但是你觉得他们良心好吗？他们下辈子可以过得怎么样呢？只是说赚钱要凭着自己的真凭实力啦。你说赚了这么多钱，用这种坑人的手法来讲，到最后社会也会给他们拖。但是伊拿不上面代价，因为这种刑法哈，无啥物刑法啦。伊啊，伊就拿不上面追交保，那只能百万的交保啊。你看哎，那个董事长，就因为我们的法律最多对这种案件的设定来讲的话，就不会太重嘛。我钱已经赚到啊，你了嘛了去啊。阿贝安我可能吃官司，我官司我的律师好啊，拍牌，我的缓刑，我嘛就无代志啊。啊，不过我赚偌济钱，我赚过来亿啊。投资朋友，所以讲讲起来，真正是有钱人金钱游戏，咱一般的小老百姓，咱无法度啦，哈。那我们先进广告。新照顾02-2781-09092781-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02-2781-09092781-0909。韵达投顾真心照顾02-2781-09092781-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02-2781-09092781-0909。韵达投顾真心照顾02-2781-09092781-0909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。嘴齿痛，请用气痛五分钟。五分钟，紧够好。新庄复都新房巨擘造镇计划，紧邻大台北水岸公园。周子良从化区领涨指标，预约两年后的容景，捷运生态水岸宅新北市8295-0033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啊！台子棋气掉，我们摄影大哥我帮忙哈。你看今日上几点啦？啊，你老师才空对不对？啊，才无补，才起去开空，哈、啊，空，安那空安那输嘛，应该收上悬啦。今日成交7780，对不对？最高7781，全部输了了。你啊做空全部输，对头啊输到尾啊！哦，你要补 OK 啦，你说这边空这边补，哦，啊补了。
你这边空这边补啊，这边空这边补，哎，伟老师你讲加做多啦，加个做多啦，好啊，加个做多啦，啊，不要卖半卖卖卖做三倍，搁赚一两百点，搁赚两三百点嘛，对不对？加倍你加倍你加倍你加，啊，我冇遐搞啦，我买一我买一张单尔，吼，我干了买一个张尔，诶，对不？我买一概念啦，吼，七六八八啦，八点四十七，你加哈，我冇遐搞，我冇遐有啦。讲实在，无遐有，我刚讲即个做倒就足够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食落来搁做倒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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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部啊要一笔、两笔、三笔，安尼拢总三笔，搁赚你偌济钱？听听就好啦，反正投顾就是安尼尔嘛，就看你自己了哈。那今天最重要是要给你一些好康的物件哈。那最近台北股市、台湾的一些世贸很多的栏杆、很多的展览跟股市都有关的。最近来讲，触控展、工具金展，那这些股票其实你讲有起的无几支啦。比如说，至少 TBK 这波这几天有涨哈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以上面起简单嘛，热料清无，所以短线，对不对？啊，工具金展呢，弄着这个算算较强的哦，这个就是那种较强的，好，这个算强，两个创新高，这个算强的哈。然后这个2049，这个算嘛是跌升反弹，对不对？跌升反弹好，那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展览是什么展？来，台北国际半导体展。好，台北国际半导体展，你九月七日到九月七日。那你看最近吼，半导体这公司哦，嘛是像工具机小强在甲变变叫。啊，你看这半导体展呢，底线，我即马甲你讲是底线，为什么来？即马你这个大盘，我讲阮这个盘讲起来是空啦。你讲你阿未过的中轴嘛是空。但是呢，就区间来讲，我们就是至少啊，这里是会正在这里整理，但是是在空方之下的整理，因为你背清魔鬼嘛，在空方之下的整理盘。好，所以我这台子是做多，我不是讲我这么看多，我先跟你讲好哦，我是看我政府会带只手，所以今日开盘了就是买点啦，免想想，这就是买就对啊，哦，买就对啊，啊买就对了，赚钱。啊，你若说空就对啊，伊就了钱，啊你无法度，啊安尼差你遮尔，就一个一念之间。对这个大盘，政府有决心要收这个盘无？你老师可能看轻咱这个政府讲无路用啦，迄台可以收会掉，所以叫你先空单讲，对不对？叫空叫你空输了了嘛。啊，我感觉咱政府是即摆有在做啦，绝对差有在做啦，啊无外资吼太多，你看空单在补啊。哎，这看对前几个高金公司是第一届补4000几口呢。哦，所以讲你家你家己啊，伊可能看美国可能落价高价吼，颈线没破，啊美国反弹那一定起。那一挺起啦，啊！美国反弹，咱若无起就伤寒，因为美国大落，咱阁挡会掉。哎呀，反弹咱无起，安尼咱无对不起美国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起，这位刚咧买人啊嘛。好啊，啊，所以讲即摆这个盘就是有量，你着操作趋势的产业；无量，你着锁定短线议题。你看我甲你讲的四 G 的，迄种比较趋势的产业啦。最近你讲起来嘛无表现啦，啊，毋过涨停停板，我来讲免烦恼无，今日咱有起哩无？有啦，你若讲真正歹，今日佫挡一支落来啦。今日上少吼，今日上开盘就落几十点啊，就破零线啦，对不对？你讲真正震撼一支有问题，再落嘣一下落来啊啦，伊就落来，伊无落来嘛，伊开盘就起哩啊，对不对？虽然讲无起偌济，上少伊里只止稳啊嘛。所以这第三方指数讲，这拢是操作，这是趋势产业。啊，你讲即马要做短线要赚较侪钱的短线议题的股票。啊，最近上就电子股来讲，上这一天股票的时代，九月七日到九月七日，台北国际半导体展，展出的重点半导体设备、材料及技术、先进风车技术及材料、LED 二手设备以及 OEM 的设备，加啊啊，重点是这个族群因为台积电的热，造成这个族群哦，真的是热干嘛，变变叫。啊，不过这个股票，讲实在，敢无歹歹，讲真歹歹，嘛无啦。你看哦，即马本益比后七倍啦，十倍，落较紧哦。迄阵本益比拢二三十倍，你知无？即马你看，落较呢，落较要真正哦，落较真正讲实在，唔知要哪讲啊吼。7.2、10、11、14、15，落较加，我一个半导体设备给你吹两支，风车相关给你吹两支 ，LED 给你吹两支。啊，即阮准备传完做，诶，六支诶标的物，吼，短线，我讲即拢短线吼，即拢短线尔。啊，你讲短线会起未？
我讲完百分之八九十会起啦，啊会起啦。而且我马上我们开始传回，我马回我那边买哦，马上开始要传回，开始布局呀。好啊，当然只达记好你，你家己去记，好你家己记。我上少，我甲你讲，这拢是有基本面的。你免从落家呢吼，上少你看咧落家呢，你唔敢去买。这拢我拢家己设备去，拢有基本面的公司，拢赚钱的公司，四块、二十块、两块、三块、两块、五块。啊，本益比咱绝对股价，我不都甲你讲，我用本益比甲你讲，这股票落家加。加上这个国际台北国际半导体展的短线上这些股票，如果说这个盘有在弹，我刚刚在股票绝对是台面上上强的股票。啊，不过我跟你讲吼，做短线就好哈，做短线了，这不是四级，不是第三方支付，这唔通你家己做后背做套了，啊，你搁多坑的，还唔通啊？做短线就好，时间九月七日到九月七日，哈，啊，真正要赚钱的，有兴趣的国际半导体电脑展，给你准备好啊。卡点回来，我来叫俺的服务人员来传真给你哈。最后祝各位操作顺利，赚大钱。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选择安全的方式，开车不分心，你我都安心，交通部关心您。韵达投顾真心照顾，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韵达投顾真心照顾，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